下面这些声音，我想我不用给你放画面，你都会看到。所以说，你们是从世界之外漂流来的？汉斯·亚奇博尔德。你怎么知道我的真名？旅行者，当你重新踏上旅途之后，一定要记得旅途本身的意义。我的名号是智东国最棒的玩具销售员。嗯，好酷。3、2、1，好了吗，哥哥？再给我10秒吧，托克。行，好好的看着我。总会有地上的生灵敢于直面雷霆的威光。你那是什么表情啊？伙计，别担心，让我休息一会儿。休息一会儿，说不定就没事了。蝮蛇，蝮蛇，我叫蝮蛇。神女披冠到这里本该接近尾声，但今日我在天一里唱与祝会毕。你在外面出了什么事，我不就帮不了你了。我知道我帮不上什么忙，但我们一直都是一起的呀。好吧，我等着你。